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好。这个是后续刚刚报给张司令的，对啊，刚刚反馈后续报给他信众。那地址在哪？在哪个登记上面？名册跟这个太岁登这边有登记上面。放轻松，你若要带拔刀，你会真艰苦。没有办法，那就不会很难受的，就放轻松。你的身体就像被拔的那条绳子一样，两边在拔，痛的就是痛的人身体，懂吗？放轻松嘛，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。对啊，该体验昆明的时候，不正业，不学无术，是吧？会办呢。想为什么会罚站？那曹爸借给你。
为那个贪吃享乐。哦。那我们没有办法。安逸的生活总是吸引人的。他们换在那就好，等下哥哥等下请太子看那些信众。妈祖。来电影的，看电影的看到了都还。没有，还没有亮你这一道心情。不要以为好了就可以这样放。就放给他呗，什么佑成陪你。大事出力了。点个香帮他。应该帮他换个椅子的吧。直接换那个吧。不要椅背的，不要让他靠。换那种椅子给他坐。换那圆圆的。那个小七小八啦。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，太慢，太慢。我在碰他。刚刚那个，别错啊！好。你小七小八就来了。你自己去外面坐坐。你带他去外面坐坐就成。侧面。我想带他去后面一张椅子坐。好，他又他又可以。你要再去看他不？快加油！看他不利索。不要这样，看他不利索。对啊，他摆着要侧走，怕他动作很刀。熊熊，把白椅子拿走。要擦脸。白椅子拿去。我芊芊明天有事，芊芊明天有事。他刚才说的，芊芊刚他们刚才说的。那你那个香盘捡起来。不要，他捡起来就硬起来了。啊，就是要让他起来运动啊。待会儿大家都会去修，那就听了。
讲说的对。在我刚听的话，我一直在回家里帮我们带队。今天你要往你这边带队，我的车站就有多大。
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